天出门都感觉得到的便利性，哦，还蛮时尚的。可以到处吃喝玩乐的一个城市，台北的城市精神就是台北的年轻人超敢创业，帅啊！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台北市哦，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自己认知哦，但是跟市民认知不一样。我相信大家很有创意的，绝对不像我老古板，讲话太直白，对不对？哦，请大家踊跃投票来票选台北市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。